修，大家好，请掀开讲义第二遍，第三个段落，称赞受罚，称赞受罚里面的第二段，第二个小段，我们将这个文念一念。二，菩萨要得平等无碍善根，要得真舍巧方便，正道三昧光明。昨天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再接着看，要得集结功德。广大富聚，要得增长白发。这个后面三句是把这个善根呢，方便正道三昧光明落实了。怎么个落实法呢？第一个要得到集结功德。什么是功德？什么是福德？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清楚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持戒有功，禅定就是德，修定有功，开慧就是德。我们举戒定慧三学做个例子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，持戒要不能得定，这个持戒就没有功德了。为什么持戒没有功啊？这个定不能现前。持戒有功啊，禅定才现前。那么持戒不能得定，诸位要晓得，持戒的目的是得定，千万不要搞错了。所以持戒要懂得持戒的道理，要懂得持戒的方法，持戒的目的何在？在我们净宗法门里面来说，得清净心呐。持戒的目的是要得清净平等心。清净平等就是禅定。那么我们修清净平等心的目的何在呢？是要开智慧。如果智慧没有开，这个清净平等心没有功。没有功哪来的德呢？功是我们修学的功夫啊。这是果德了。如果诸位在这个地方细细去体会，然后你才真正明了。我们现前持戒持得很好，持得很严，
但是不能得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看到别人不持戒，心里就很难过。看到别人要是破戒，我们一定会批评，会指责。甚至于拿自己的戒行，我自己吃得很好，去盖别人。他怎么会得定？所以这种持戒呢，就不是功德了，是什么呢？福德。他这个是来生的福报啊，他不能得定啊。但是诸位必须要记住，福德再大，享天福啊，升天享天福。其次的呢，在人间享福报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上，有一些豪门贵族，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有巨大的财富。过去生中修集的福德大了，没有功德了。如果是功德呢？功德能了生死出三界，他就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在《坛经》里面，六祖说了，此事佛不能救，此事是指生死大事，生死大事，再大的福德都没有办法帮忙，也就是再大的福德也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，所以佛教导弟子们要修积功德，唯有功德才能了三世、了生死、出三界。什么是功德呢？与定慧相应的是功德。因此，六祖劝导持戒的人啊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。我昨天也一再说明白这个道理，决定不能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，把自己过失放在自己心上就是自己最大的过失。自己的戒持得再清净，再严格，把别人过失放在自己心上，就把自己的戒德了全部破坏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戒的德是清净心的，你的清净心没有了。那也许要有人问了，同学们当中造作很多恶业，我们看到要不要劝呢？如果要劝，那岂不是把别人的这些恶业放在自己心上了吗？这当中不就产生矛盾了吗？
你说的话没错。谁去劝导他呢？在我们道场里面，老师去劝导他。老师有德行啊，他其如不二法门。持戒、犯戒、不二啊！人家心底真正清净，如如不动，他才有资格劝人，他才有资格责备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己没有伤害呀。我们没有这个境界，我们心里头真正呢被污染了，我们哪有资格去劝人呢？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，到我们的心底不为尘境所染，这个时候可以劝教别人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已经得度了，自己得度啊，才有能力度别人。这佛在经上常说，自己未得，未能得度，而度别人无有是处。佛说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会修行的人先度自己，再度别人。自己要度到什么程度呢？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不会被外境干扰了，这初步的成就啊得到了。顺境里头不起贪心，决定没有贪念啊。恶境里头决定没有成慧，叫把风吹不动啊！自己到这个时候可以劝勉别人，看到别人有过失可以劝他。为什么呢？你是见如不见，不见而见，对自己绝不产生副作用。那我们劝导别人是也是修积功德。劝人的方法，那你有智慧，因为你已经有真舍巧方便，你知道怎样劝会有效果。如果自己有烦恼，你自己就没有方便了，没有方便劝人恐怕收的反效果啊，招人恨了，那就错了。这个要有智慧。那么我们举这一个例子，诸位就要晓得凡是功德一定与信德相应的。这是真实的。与信德不相应的做种种好事都是属于福德。那么在大乘经教里头一般讲，断恶修善与三轮体空相应都是功德。如果三轮不空呢，都是属于福德。断恶也是福德，
修善也是福德。这个话恐怕初学的同修还是很难体会，我再说的白一点，如果没有放下自私自利，所修一切断恶修善，大概都是福德边事，福德那一边的。果真把自私自利放下了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，那么你所作所为就是功德这一边的事啊。可见得这个功德跟福德了啊，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呢，一个是功，一个是私啊。为功，这是属于功德，为掺杂一点私在里面啊，功德就变成福德了啊。不能不辨别，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然后才真正能做到积功累德啊。积功是修因啊，累德是果报啊。啊，凡是真正修积功德的人，他的果报啊，决定是这个心地清净。那我们一般啊来观察了反省啊，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这不错了。那更精进努力一点呢？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精进清净，烦恼啊一年比一年少啊，一月比一月少，一星期比一星期少，烦恼少，智慧就增长。那智慧呢，一年比一年增长，一月比一月增长，一星期比一星期增长，这个是功德的现象。如果没有这个现象，自己就要反省了，我没有功德了。没有功德，在佛门修的时候，福德啊，我们天天也断恶也修善啊，但是烦恼没有断，智慧没有增长，清净心没有现前，全是福德便是这个不能不辨别清楚。修功德难啊，修福德容易啊，而且功德呢是难修而易实。经论里头佛常讲火烧功德林啊，功德好不容易修集啊，就像我们种树一样啊，古人所谓十年树木啊，啊，这个树要十年
啊，才能够长成柴。一把火就烧光了。这个例子我们能懂，我们能体会得啊，佛用这个比喻，我们的功德经年累月来修习，真的就像啊种树一样，这一发脾气啊，完了啊，发脾气是火啊，成慧之火一起来之后，功德就完了啊，你从前修的全就烧光了啊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去想想，我修了多少功德呢？想想什么时候到现在没发脾气，如果昨天发了脾气，那我的功德到今天呢，也不过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。啊，如果我这个星期没发脾气，上个星期发了脾气，你的功德也不过就是六七天。如果在临命终这一刹那发了一个脾气，那一生就完蛋了。所以人在临命终时，这是关键的时刻，千万不能惹他发脾气啊！啊，这个事情彻宗经梁里面讲得清楚啊，彻宗经梁文言文写的啊，古人很慈悲啊，怕一般人看不懂，用白话重新写了一遍，叫彻宗须知啊。这个在一般佛经流通处都能找得到啊。人在断气之后八个小时，不但不能够触摸它了，连他躺的那张床都不能碰。为什么呢？唯恐他的神识没有离开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人走了之后啊，第八识最后走啊，啊，第八识啊，来先去后啊，做主公啊，啊，前面七识都不起作用了，第八识还是会起作用啊。那我们肉眼看不到啊，他八个小时没有离开，这个时候我们触摸他，他会感到痛苦，他会生嗔恨心，那这一念嗔恨，那他一生修集的功德全都没有了啊。嗔恨决定堕恶道啊，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佛菩萨祖师大德跟我们说，我们哪里会知道呢？啊，八个小时这个阿赖耶识离开，这大多数的人啊，还有少数的人啊，这个时逗留的时间还长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明白了，最安全的措施是十二个小时，十四个小时那更安全了啊。你再去移动他啊，或者是帮他穿衣服，在这个入殓啊，千万记住十二个小时不能搓摸，不能碰啊！有人还故意去摸摸哪个地方热，哪个地方凉，绝对不是好事情
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啊，而对这个亡者是有害呀。这个是死生大事啊，千万疏忽不得。那么我们要想真正成就功德，千万记住，任何逆境逆缘当中，决定不起一念嗔恚心，我们的功德才能保全。遇到逆缘逆境，自己要提高警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魔来现前，魔来叫我把自己功德毁掉。因为自己修积的功德，给诸位说，任何外缘都没有办法破坏，只有自己一发火就烧光了。外头人故意做成那些现象，换句话就劝你，你呀，赶快烧，赶快烧，你就很听话，发一顿脾气把它烧掉，你上当了。如果逆境、逆缘现前，你有智慧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你有定功，不但一点脾气都没有，你还欢喜生感恩的心，你的功德就快速度的加倍的增长了，好事情啊！他来劝我烧，我不烧，我的功德增长一倍。我要是听他的话，上他的当，那就烧得干干净净。这个事情不能怪人呐。总要怪自己没有智慧。怪自己不明事理。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。叫火烧功德林呐。那么在今天，功德里头最大的不是你做的好事做的多，完全是在自己信心愿心定心慧心增长啊，这是功德。至于对这个世间做多少好事，那是第二句里面所讲的，广大福聚。你修大福，修大福自己不着相，这就变成功德了，变成大功德。有同修曾经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见到别人的不善绝不放在心上，绝不放在口上，这是功德了。那我们见到别人的善事，我们又要赞扬、要赞叹、要表扬，那岂不是把别人所修集的这个福德，那立刻不就爆掉了吗？
啊，古人讲嘛，阴德天报之啊，报得厚啊。你做一点好事，别人一表扬一赞叹，就马上报掉了吗？啊，这样做对吗？看你用什么心去做，看你用什么心去受。啊，别人表扬，别人赞叹。啊，譬如我做了很多好事，人家表扬我，赞叹我。我是什么态度呢？若无其事。不生丝毫欢喜心。啊，不生一丝毫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。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值得骄傲之处。我们的福德功德就保全了。如果我做这种好事，我的目的是希望别人赞叹，啊，是希望别人表扬。这个是福德了，马上就爆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阴是阳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。啊，八卦里面讲的嘛，两仪四象嘛。啊，越分析越精微呀。啊，那我们表扬的人，赞叹的人，这是用他做一个榜样模范呢，劝导社会大众啊，通通修善，用意在此地呀。拿他做个题目啊，来教化一切众生呢，这是啥？啊，如果我表扬的人，我懂得一点佛法，我恨他，我希望他修的福啊，赶快把它爆掉。啊，我来去赞叹他，来表扬他，把他爆掉，他以后就没福了。啊，他造的一些罪业，我把他隐瞒起来，让他那个罪业越来越重。啊，起这个念头呢，我们是恶心，我们也造点恶业。世间事非常复杂了。没有真实智慧，你怎么能看得清楚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造作善事，这个受人回报，啊，受侮辱、受陷害，啊，造作恶事的人还常常受人表扬、受人赞叹、受人恭敬，啊，好像老天爷很不公平呐。啊，因果这个说法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准呐。啊，于是不相信有天地鬼神，也不相信因果报应。啊，自己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，胡作妄为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因果的道理啊，极深奥，极微妙啊！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搞不清楚，
啊，他们能够懂得，像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得，全是读圣贤书啊。我们相信书里头所说的啊，啊，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细心去体会，得到了正念。啊，对古圣的先贤这种教诲，信心增长了，啊，疑惑断除了，啊，逐渐逐渐呢，在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懂得应该怎样做法。啊，那么回头再勘验，自己确实得到效果。啊，这个效果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烦恼少了。啊，智慧增长了。啊，除复杂艰难的事物都能够迎刃而解，哎，觉得很容易了。这都是效应啊！啊，这现在一般人讲啊，这个是成效啊。有了应验了，广大佛具，这个里头含义就深了。广大的事情多，你要修大佛，广大佛多，广大佛里头第一大佛诸佛如来所修的，啊，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，在这个世间，他一生干的什么呢？教学，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，这是最大的佛举啊，没有比这个佛更大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，啊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啊，什么样的福报，这个世出世间都比不上这个大。就释迦牟尼佛灭度3000年，还受广大的众生敬仰啊、膜拜啊。啊，孔老夫子在中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一生从事于教学。而他们两个人教学都是义务的，有教无类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本国人教，外国人也教啊，同族的人教，不同族的人也教啊，现在说是同宗教信仰的教，不同宗教信仰也教，这个功德大了，所以他们修的是大佛具啊。孔老夫子的后代
啊，他们的家谱最完整了。啊，孔德成先生是第70多代了，啊，这我见过的，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啊！一听说孔夫子的后裔，那个尊敬之心油然而生呢，不是别人劝的，不是别人教的啊，他要有什么困难，无论是哪个人，只要听说孔老夫子的后裔，都会尽心尽力去帮助。你看看这个福有多大，超过帝王啊！啊，古今中外，任何帝王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，帝王是修集大福德聚，才有那个福报啊！啊，统治一个国家，啊，建立一个朝代，啊，享国，啊，多少年，啊，在中国最长的周朝800年，那是多大的福报！啊，到后代，啊，明朝享国将近300年。清朝也有260年，祖宗的福大了啊！他们虽然大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，孔老夫子2500多年了啊，依旧受到全世界人的敬仰，历代帝王所不能相比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大福。啊，我们能修大福吗？能啊，不是不能修啊。啊，那我们不会讲经，不会讲经啊，要会修的话，比讲经人福还要修得大。啊，那是怎么呢？提供讲经的机会给讲经的人，这个一般叫护法。啊，我常说护法的功德超过这个弘法。有一些同学不相信啊，我常常想，弘法的人就像学校里头教员呢，他上课啊，给学生上课啊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办学校，如果没有人请他到学校去做教员，他的学问再好，教学方法再好，他也一筹莫展。啊，他起不了作用啊！啊，对一个好的老师，怎样才能教出许多好学生呢？一定有人办学校，一定啊，这个学校有校长的时候啊，来聘请他。那么，办学校的这些校董，主持教学这个校长，他的功劳低了，超过教员呢。
佛在经上说得好，道场的主持人是佛菩萨了，不是凡人呐。他有智慧，他能够邀请，现在讲聘请，能讲经的法师大德到这个地方来教学。像我今天在新加坡，我在新加坡是教员呐。这个校董校长李牧原居士啊，我们在那里讲了三年，他的功德不是我的功德，他超过我太多太多了。他要是没有这个居士，不做居士林的林长，不做净宗学会的会长，我纵然会讲经，谁请我去讲呢？我们讲经的机缘就没有了，他给我们的机缘，他的功德大过我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往年我从初学一直到有这点成就，韩馆长护持啊，韩馆长护持我30年呢，一直到他往生。他的功德超过我啊！他是办教育的人啊，他是主持教育的人啊，我不过是借他的场所教学而已啊。这是真理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，我们不能不晓得。我说这个话说的很多，以后我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看到，原来佛在《涅槃经》上也是这样说，护法功德超过弘法，我看到很欢喜呀！我想的，我说的，没错。没想到佛也曾经这个说法，所以我劝天下主持道场的大善之士，你们修集功德，修集大佛具，轻而易举。你创办这个学校，你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主持人，只要你请几位好老师来教学，你的学校就兴旺了。中国谚语所谓的得人者昌啊，失人者亡，你要能够得到好的教育，好的学生，你这个学校就成为世界名校了。如果你不肯请这些好老师，不招收好学生，你这个教育决定就失败了。
教学成功，不但是大佛具，是大功德。如果教学失败，总免不了有过失。这个里头，业因果报啊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我们生在现代的社会，现代社会里面，殊胜的这个功德利益呢，比从前要方便得多了。你看，像我们真正发心想教学的人，没有道场，没有人祈请。在从前，那是一筹莫展，只有什么方法呢？去闭关，去住山，在山上建一个小茅棚，独善其身啊，等待机缘呢，只有这个办法。今天则不然。今天我真正要想利益一切众生，把这个大乘佛法介绍给大家。我只要有一个小房间，只要有一套现代这个高科技的设备就行了。我坐在这个房间里面，网络架设好，对于全世界的人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可以达到。所以现在可以不要到场，可以不必一定要人家来祈请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福分，要建立这样科技的一个设备，也花很多钱的。没有这个设备，也行，买一个小录音机就可以呀。我天天对着录音机讲，把我所学的的东西保留下来，传给后人。只要传一个人就行了。大魔祖师到中国，传一个慧可。慧可传一个僧璨。宗门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呐，到第六代传到慧能，慧能大师发愿殊胜，开花结果了。他传了40多个人呐。这40多个人到处宣扬禅宗，于是禅宗遍天下了。在古代没有这些科技设备，非常困难。在那个时候，唯一的办法住山著书，闭关写书。现在比从前方便太多只要你有真正的慈悲心必定能够利益广大众生。所以积极功德
广大佛具啊，在现代啊，比过去确实是方便太多了。啊，尤其在现前末法时期，真正发心，必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啊，怕的是不发心啊！啊，那么也有发心的同修啊，真正发心出来。学经教，障碍的人有，破坏的人有，误导的人有，这是古今中外啊，普遍会有的现象。你要有能力突破啊！啊，没有能力突破，那你真的就被障碍住了，你就退心了，啊，退转了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桩事情，啊，你的功德福德全都毁掉了。好，这一节我们就讲到此地。